各位花友，你哋好，欢迎你哋嚟到我嘅视频。我叫 Winnie， 今日我系示范将自己屋企嘅小盆栽组合成一盆大嘅盆栽，包装好后咧就可以送俾亲友嘅。我系预备咗两张细嘅玻璃纸，我嚟煎呢个平板嘅底。咁然后咧就加啲细石落去，嚟到叠煎底，等佢哋嘅根部咧系疏松透气嘅。咁咧，我哋而家将屋企种开嘅盆栽啦，细细嘅盆栽咧，就放喺呢个藤篮里边啦。因为原本佢自己有好多泥嘅，所以我哋咧就会用翻佢嘅泥。个底部咧，我都剪啲泥，包啲泥落去，啲泥喺底部先。
我而家係親啲普通嘅營養咗落去。嚟固定佢哋嘅位置，預備咗一張大嘅玻璃紙嚟做包起佢嘅。因為呢個盤是沒有窿的，就是有些石，都可以噴一些水。那呢淋水呢就要跟著來淋了。
Subscribe 和 Like 是对我的无限的支持和鼓励，多谢。